我一直认为天托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南开老城区殷实底色里仅有的板块级开发机会，所以在这里你能看到完整、统一、先进而保鲜的城市界面、配套设施、生活方式。像公共交通，这里除了地铁六号线和规划的地铁八号线，公交线路也是不胜枚举，自驾很快便能驶上红旗路、富康路、简阳路等城市主干道。而板块内外环绕着水西公园、绿水园和天托中央公园，这种天然绿肺空间在中心城区也堪称少见。至于家中一老一小所关心的教育和医疗也应有尽有，像一中心新旧院、五公里以内的多家三甲医院、南开医幼、中营瑞丽小学、天大附中等等。当然这里也不缺烟火气，健身休闲有10000平米的天托体育馆，餐饮娱乐有1956主题天街、天托创意生活园，各个社区所围合的 block 街区业态丰富而新潮。当然天宝上城观景自身也有这样约6000平米的自建商业配套。我们常说人在挑房子，板块也在挑人，而这个地方恰恰相反，它充满了一座老城的包容与涵养，一处新板块的个性与升腾，一个家的信心与梦想。